过去的一年被湾区带来了许多挑战，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、经济不景气以及毁灭性野火，使天空数月被烟雾笼罩。我们一直在帮助社区，同时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，湾区是可以迅速恢复的，我们可以重整旗鼓。那我们有什么计划来应对目前最大的挑战呢？我们又如何确保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呢？我们在对不断的变化进行规划的同时，又如何能保留对湾区所爱的部分呢？2050湾区规划为我们共同的和不可预测的未来描绘了一条道路。该规划草案是根据湾区所有九个县的居民的数万条意见制定的，涵盖了交通、住房、经济和环境策略。据规划草案现已公布，公民众审查和评论。一个所有人都负担得起、交通系统完善、多元化、健康和充满活力的湾区，取决于我们今日的行动。你的意见好重要。